还不是狮子头，还是斗轮哦，还是绕过狮子头夹下面夹出来哦。请问五山是哪五座山？只要写对三座。三座，你看，就三座，写五座太过分了，您可能没有办法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不能写了，好，来亮答案，通通一起亮。齐来山、中山脉、玉山、陈友兰山，好，还有八卦山，八卦山，记了。好，正确解答是哪五座山？玉山、阿里山、中央山、有西南山。西南山，我就西南山。什么西南山？我跟旁边有两个。对，有。我今天出来山。我有一块东西。哎，爹，你全部干枯，一直重打。我刚刚在想木头的事情。借口。今天再来这个题目，哎呀，不要说您没看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本店招牌菜糖醋排骨特色是什么？哦，终于问了。糖醋排骨特色。对呀，这个这波不行哎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生气。你怎么对得起老板？对呀，三二一，亮答案。不加一滴水，不加水，不加玉山的水，你为什么要不加玉山？我没有，这是上一题。不加水，不加水，不加，全部对，有没有？对，对得起老板的啦。好，来。下一题啊，还有那么多点。请问，手工果冻有哪两种口味？黄金麦的，两个都要对哦。嗯，还有请另外一个，到底是不是啊？三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安大哥，都是他的白饭惹起引起的风波。对不起，我紧张。嗯，很简单。哎，请亮答案。哎呀，对了，素葡萄啦。我有火龙果。葡萄可以的。好，百香果还有树葡萄。葡萄。葡萄对吗？而且葡萄不行啊。要树葡萄，树葡萄。我还特别问老板说，树不树葡萄啊？啊。哎，你前面要想，我们观察家。观察家，加油加油！好，真的观察家哦。各位，这一道题目，我想 Kit 可能很难答对，完蛋了啦！他都没有在听我的话，根本都没在听呢。请问一下，关主喊开动之后，关主夹的第一道菜是什么？哦，谢谢。对啊，然后没有在。哦，嗯，嗯。没关系，你用画的我们也接受。三、二、一，好家伙，我想看你的。我还真的会对哦。真的吗？好，那个叫斗轮，斗老。啊，烟草哈？啊，后面的。换什么？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。好。这是什么？海拉是什么？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对了。你两个哎，而且两个，而且两个，你作弊哦！你这个有点作弊，我坐在旁边我看得好清楚。糖醋排骨对不对？正确答案竟然只有 K 答对，就是这个斗轮，我懒得出炉了。哇塞！还不是狮子头，还是斗轮哦。过狮子头夹下面都夹出来了。那工作是工作，吃饭是吃饭，工作不听我的话，吃饭我夹地道你就在那里看着。不要，因为跟在大哥旁边，话不一定要听，但是你要看他的话去道，你懂吗？你要就是要有一个把。为什么不一定要听，就是要听？因为我听不懂啊。